小哥啊，等会儿你想不想要零花钱？想啊，必须得想啊。你花五分钟以内把这些全部吃完，这个月给你100块钱零花钱，行不行？那我可吃不完，这多硬啊，这硌牙呀。你傻，这里边的牛骨髓吃完。那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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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意外收获呀。嗯，你给我拿那小勺。来来来来来，五分钟啊，开始倒计时了啊。你这小勺也太小了。儿子，快点快点过来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啥好消息？想不想要零花钱？想要。咱俩一起把它吃完，我给你20零花钱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快快快快快快帮忙。哎妈。来，关姐给你个小勺。啊，这小勺太小了，够不到。能。哎呀，爸爸，你得动脑子呀！动脑子那也够不到呀，那咱家那小勺都挺小了，太小了都。你得用细的呀。用细的，我还不知道用细的，咱家没细管了。那我再想想吧。嗯、我想到办法了。嗯，快速吃吧啊！快速吃，快速吃，我得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吃吃吃！他干啥去了？不来帮忙了？来来来来来，用这个呀。嗯，这是啥？这不是拿新买那拔罐子的吗？用这个。对，待会儿还能。这还没试过，这操作，哎，还真管用哎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！哎，先给你来一罐来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我来个二两的。吸这个，对。我来个二两的。有点吸不出来呀。哎呦妈呀！我信不出来呀。